好 ，VLC 播放截取装置。那我现在我有 Webcam， 我如何利用 VLC 来播放呢？选择媒体，选择开启截取装置。那这边装置它会问你装置是谁。那在 Linux 下面，设备是 DEV 底下的 VIDEO 从零开始排第一个影像装置。那我现在只有一台，所以是零。如果两台，它有零跟一，你看一下是怎么样处理。那视讯选择这边，你可以选择各种规则，通常我们就是不动它，按照播放。那出现这样就表示它没有抓到我们的 Webcam， 并没有接上去。那目前我的 Webcam 是没有接的，所以出现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我现在把 Webcam 插上去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媒体，开启截取装置，一样是这个，按播放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这支 Webcam 在拍我目前教室的情形，它立刻就把你播放出来。好，它直接可以播放我们截取设备，好，这是蛮强的地方，直接播 Webcam。那老师上课也可以多加利用这方式，可以当成什么实物投影机啦，或者是各种好不错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法。